嗨，大家好，我是小徐。那官方呢公布了这一次的这个新的庞贝哈，已经该说这个解放之后的庞贝的图啦。我没意外的话，应该明天的这个 GNN 哈就会公布他的技能资讯了哈。通常都是礼拜三会放张图出来吊一下大家胃口哈，然后隔一天这个 GNN 再公布他的技能这样子哈。那这没意外的话，这看起来应该是庞贝没错吧？肯定是庞贝，而且之前就有这个庞贝要解放的消息流出了哈。那他主要是要宣传这个巴哈姆特游戏动漫大赏的投票哦，所以大家这个可以去投一下这个神魔一票啦哈。因为如果到时候票数为又拿冠军之类的话，可能又会送东西嘛哈，所以想要奖品的话可以去拿去投一下这样子。那我看一下下面的留言哈，有人就是 po 了这个疑似是这个解放庞贝的技能哈，疑似流出哈，不过这个呢没有经过官方证实，所以大家看看就好了。哦，这个叫做解除机械族技能成员被封锁的技能，就是多一个机械族解锁这样子。然后再来这个移除所有腐蚀，移除这个把这个负面腐蚀是现在非常强势的一个技能，就也不怕石化啊什么的这种东西。然后掉落固定数量级位置的水火木桥腐蚀，这个的话如果真的是这样出的话，感觉应该是跟原本的位置是一样的啦。那另外除了原本的可以破拼图盾以外呢，还多了可以破弓前盾，然后这个庞贝自身的攻击力55盾的这个效果哈，那这个的话可能要看一下庞贝这个解放之后当队长的强度加强到什么地步，不知道会不会像亚特兰提斯这么成功，如果够成功的话才会把它拿来当队长嘛，对不对？不然现在机械组这个洛克人系列这么强势，这是谁会去玩庞贝嘛，对不对？不过就算队长做的不强，至少他的这个主动技如果真的是像这样子的话，那他主动技也是非常的实用，好不好？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个庞贝的这个卡面资讯，不过他故意把它用很暗，看不太出来。那技能的话呢，没有经过官方证实，所以大家看看就好了，还是等明天的 GNN 吧。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喜欢影片记得订阅，右下角按喜欢，那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